在研究这些软体封测的时候，是用类似像布偶模式下去做的，然后去拆片，然后再一片一片再慢慢去结合。当然，为了要做这布袋戏的封测部分，稍微有调版型有调整一下，因为才适合那个造型来做得出来。因为到确认说要做到时，到我做出来部分差不多两三个月。暌违34年哈，才举办我们全中运，所以我们以非常隆重的心情哈来做所有的筹备工作。各位看到我们的吉祥物是用我们的布袋戏哦，我们加上我们云林县的县花哈，所以我们的吉祥物哦就是我们云林王子还有蓝心公主哦。那你想想看哈，布袋戏是轰动武林，惊动万道，轰动云林哈，那争霸110全中运哈就在云林揭开序幕了哈。那我想我们用这样的音呢来代表云林县这一次哈希望有在地的优势了哈。那我们的选手也经过哈千锤百炼哈，他们非常勤奋的这个练习哦。那我们希望呢在这次他们能够展现他们平常训练的这个成果能够拿到好成绩哦。所有硬体设施上面我们在整修所有的场馆我们都非常的到位了，那也能够达到我们这些选手的标准。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来把我们云林县的这些特产，我们云林良品介绍给大家，规划了好几条路线，把云林县好山好水带动起来。我们的运动选手他们很多的这些预防措施我们也先前做了一些规划，这是免费提供3000多间的这样的一个香客大楼，提供给我们所有的选手跟教练来使用。